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然后我现在是在新加坡地标建筑的那个金沙酒店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空中泳池，那个无边泳池出名的。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朋友大连，他们今天来新加坡来找我玩，所以的话他们就住在这家酒店，然后我今天就会在酒店里面陪他们玩，所以我就带你们进去看一下这个网红酒店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走吧。然后那边你看到所有的高楼，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银行啊，